紫手柄，哎，紫好像也不错哎。只可以增加一个那个啊。对啊，那我等下弄紫好了。那就紫跟紫菇分享。干嘛？你要给我钻石哦？我多一台智能输出端，要吗？好啊，我你可以多一先台。放着。为什么隐喻你家门口烧起来了？嗯？你家门口烧起来了？没有啊，地狱烟口是什么？就是躲在挖你放地这狱的里，时候你挖放到这的里，你放箱子这里最下面。啊，它就一直冒烟啦、那个烟囱是不是？对啊，它就一直冒烟啦、好，啊。菇比较多票，我们就用菇吧。你看这个，今晚用菇，嗯、啊，怎么了？老师，帮我。用菇定。怎么了？一二。就不在家吗？恭 你喜。的爆炸为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？我看到了。他自己两个洞，三个洞记得补起来哦。抓到啦！记得补起来哦。挺好玩的那个，你之后还有更多不一样的效果可以玩，而且可以复述的效果。我要看什么东你要看是好，我来了，等下我杰克，我来，我去你家，我去你家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家去你家，去你家，去你家。给你看。啊，我没点过杰克家哎，杰克寄存一下。嗨，嗨，这个的小型温室，我看你欢迎讲来的那个爬到，树吗？欢迎来在我这边，到哈基是家。我家哎，你是啊？黑曜石不能做成锭哦，我这个还你，这个还你。黑曜石，那我是不是要放那个很像他郭叫芙出他来？大锅，对啊，他大瓜。好，可恶，温室，去哪了？黄金家，什么黄温室金问家？题的，去繁星黄家，金来家。了来了。哦，你家这个好大。怎么很大？你杰克比较大啊，你要不要去？我帮你 TP 过去。不，哎，杰克，哦，爆炸、欸！这需要法术吗？还是什么吗？法术啊，应该说能是力用能量奥数吗？能量调教奥，这是奥数的东西吗？还是什么？PSI 按 C。你。写程式，他在写程式。哦，好玩啊！水晶那个我玩的那水个啊，晶加钻石，生这个态树好恶心，这是破图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有破图啊。哎、欸、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树是我在地狱捡到的树苗，我不知道它干嘛的。它，但是它就是写个铁，有没有？上面写个铁，然后 dash 杜松叶。对吧？我就想说这杀回，我就先做做看。不要不要！为什么家有铁证的声音？我敲的。反正你要看我的剑吗？不 好，我画面卡了。超长一排。等下，我画面卡了。这个楼梯是直接通往那个上面的，对啊。然后楼梯的那个一部分会有那个你家地底会出现的怪，就大概你那个位置。那是会楼梯出生会在那出边，现。然后慢慢走下来哦。我那时候就是，我原本没有楼梯，原本是那个方块，那边全都是那个沙。好，你借我看啊。超长一排。太恶心了吧！夏季精华，哦，原来那就很低啊，那就400多哎。它可以重复用哎，它有使用次数，我那也合200多个哦，我懂了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做做看手表合成台啊？因为他们说好像手表合成台就可以看到你那些在打什么了，手表合成台呢？就可以看到那知道什个么？你在玩，我就不讲了哦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手表合成台就看到那个腐肉，物质腐肉的名字。手表合成台，懂，我懂了，真的懂了啦。好吧，再说，再说，再去录影。
去吧去吧，我先去了，波波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你家蓝色的花好漂亮哦。哪一朵啊？外面蓝色神秘花。拿走啊！哎、欸，他说可以用骨粉就撒繁殖，是不是？哎，家长在哪里啊？好啊，在你旁边。哦，看到你了。好啦，拜拜。这边也差不多了，这边差不多也要关了。那我就做完这个吧。魔法高校猎人生，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哈哈哈哈。好吧，今天就这样啦，之后再找时间继续种田，继续写程式。你已经上瘾了。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哎、欸，等到玩到后期，后期会更好玩。还有一个，花瓣放草地，再用骨粉。花瓣放。嘞、欸，还差一个手柄，要用什么纸吗？哎、欸，又有这个了，打一下。还差一个，我们就可以关台了，做完就关台。呜，杀一下，因为我那时候去海边找不到乌贼，啊，乌贼只有在这边找到。啊，不是吧，我在海边找一大圈找不到乌贼，因为我想做墨镜，结果那时候就是找到海盗船了，还是找不到乌贼，然后就很失望的回家，然后就种田，种到一半发现有乌贼在游，我就讲哇的发，那我刚在干嘛？好，我用纸，我用纸。你要多少？其实我真不知道哎、欸。关台了。嗯，我还没关。哎、欸，我问你们哦，观众啊。嗨。啊。这个是用纸做成的树啊，它的功用只有砍掉而已吗？因为我等不到纸的树果，像这个是用蜘蛛网做的啊，所以会产蜘蛛网。啊，纸的话就真的只能砍掉了、哦。哎咻，那我们来用纸吧。啊，先闪了。好。嗨。三个，一二三，不是这样吗？嗯？嗯？纸的尖刃手柄要怎么做啊？消耗材料三个，可是我放九个上去，还说显示不够哎、欸，还是因为纸本身需要的量更大？更大？对呀、啊，应该听不懂。是啊，是更大、啊。感觉是它比较轻，要用厚一点。安妮，有了，噔噔噔，好，我们现在有了。我们的今天是2019年1月28号件要出来了。帮他取时间吗？哦，那我们有没有铁针啊？铁针还不简单做就有了、啊。我的物资少啊！啊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做一个铁针给你。好，顺便我还需要钻石。啊，好哦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整理一下身上的东西。钻石、铁针。哇，哎、欸，他命名应该没事吧？感觉会出事哎、欸，不然我马玉林对许黑曜石，好，要记得马玉林跟黑曜石就好。他可以命名吗？观众，他可以命名吗？哇、哦，你好可爱哦！我上拿水壶哎、欸。对啊，帮我放这里。我还在种田啊。帮我放这里。然后你要几颗钻石？十颗吧。十颗。对啊。十颗。
我现在12张可以你，所以不影响哦。20191月28号安家见。不用叫我的剑啊，安家剑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感谢影月的钻石。多快、啊！哦，我、欸、真的晚点去地狱挖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他这把不就不能拿盾了吗？我记得。他右键有效果的话，就是不能拿盾啊！啊，哇塞！啊，有啦，那我就这样子用锤子，四张为一个，好，你也记好哦，四张只等于一个哦。好，不要再问了哦。我尽量不要问。这边有纸，放这边。好啦，准备关台咯，每天都会开台吗？明天如果没跟巧克力玩的话，应该就是画图，因为我其实还有几张图还没有完成，对吧、啊？哦。哎、欸，你还没走？对吧、啊？还有三张吧。啊！哎、欸，这么可爱哦！你可以把工具放在铸造盆里面哦。可以啊，可以放上去啊。那这样烧出来是什么东西？他不让你留吧，我记得。好可爱。应该还剩一个吧，黑曜石，哦没了。好嘞，那我们也准备关台啦。好，我先关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我晚点再去试试吧。欸，我去楼下试好了，顺便练练它啊。还有这个啦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青苔球十等嘛。好，然后再用这个，我们的安家剑就变强咯。好了，这就今天修补了，我们去试试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等我几秒钟，去试刀。2018 1月18，不是2019 1月18号见。哎咻，哎咻，那么快啊？有，我打。哦，有点爽欸。好吧，好，就拿这把了。可是这把没有附幸运的话是不行啊，有要用青金石吗？地狱之心不用啦，那个不是地狱之心，不就是死掉装备绑定吗？还对啊，有点累了，十点半嘞。你们先跟我讲，他有必要用那个吗？青金石吗？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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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啊、真的太大了啦，有点恐怖。还不错，就第一下比较痛。好啦，那准备关台咯，砍头的有砍头附魔，不是青金石，加掠夺不用吗？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问，我要加掠夺吗？红石应该不是吧？红石是加攻速欸，他 CD 我觉得还 OK 啦，所以有要青金石吗？我才刚来，可是我要关台了，不好意思哦、喔，改天早点来或看记录档吧，我等一下就传上去了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铃铛记得开哦，这样才能收到通知哦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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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，拜拜。